谁，伤了谁，辜负了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是谁让了谁，爱了谁，还给了谁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这样就好。以为抓住的我不牢，以为挣脱的逃不掉。若不说是最大的包容，能不能换得平静，不再有痛。若沉默是最深的温柔，能不能完整一个幸福的梦。该放手就放手，该沉默停止啦，停止啦，叫你母喔把钱海出来就好了啦。欸娘，你是不是又替人做母、啊、这个是欠人多少啦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绝对不会拖累任何人，这样好不好？好不阿爸，那也不对人来。你问阿姐从哪啦？啊！我来参加。紧的啦，你也对不着你，我就怀疑你哦。是一个水的菜哦，来哦，买菜哦，假气假水哦。我哪能过日子吼？伊嘛能过日子啦。阿爸都是爷爷，我就是我阿爸，我就是我阿爸。阿爸，阿爸来啊！阿爸找恁哦，这个足辛苦的呢。阿爸，你莫这样，你莫离开我啦！阿爸保重，阿爸一定再来看你，好不？谁敢让你出来闹舞啦？你哪天出来再出片，你个包子包咋多啊？我是想要多赚一点钱，还打较大哪位啊？我进来这，大家就是做生意赚钱。我赚钱也是为着囡仔，你更是我拢为着我家己了啦。哪会甘愿要扫别人啦？啊，我甘愿好扫别人，让伊较好命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好啦，无论如何，拖着囡仔全都倒来啦。我林家子孙啦，不要去死别人的死啦。啊，恁阿母嘞？阿母。你把妹妹一家出走啊？不行的，我要将伊找倒转来。阿爸，阿爸，安尼啊，我知影你有苦衷，也毋过吼，除了走路以外，应该阁有别个办法通想嘛。阿爸，阿母阁离开啊，已经第二摆啊，是安怎？每一届。阿母拢要为厝内底走出去嘞，是安怎？我有这款阿母。阿爸爸，我希望你走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开？你即摆走，什么时阵回来？阿母嘛唔知影，厝内底有你咧斗照顾，阿母才会放心。你是阿爸的心肝宝贝，阿爸袂当无你的。在煮饭呢。哈？你来啦。伊是，伊是阿母啦。哈？阿母回来啊？对啊，阿母回来啊。我爱你酒庄做啥？你讲的话吼，从头到尾啊，拢无遵守过。酒庄干唔好？我们义工队啊，一直在招募人才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有这么好的歌喉，千万不要被埋没了，说不定还会赚很多钱呢。哎，正正当当的家庭哦，什么人会出来赚这个钱呀、啊？你若真正去唱歌哦，绝对会写咱林家的面子。
只要你敢照这句话哦，以后别离我这老爸。哈？你讲我闽南人一定甲叔讲伊要出家哦？阿妈，我你安怎？你安怎？你够有理由哦！你安尼话出家就要出家，你安尼心是自私啦，是不好啦。阿妈，是累了。是我无将你教好，你才会变成这麻烦的。阿爸，阿妈，阿妈，我袂阁安尼做啊！你是去做啥物代志？你欠人遐侪钱啦！伊哦，去交警办事去哦，我借伊钱啦。交警？我来死死啊！欠钱嘛是爱还啊！对啊！你本事，本命强健，你是查某囝，讲话无算话哦。只是我若不欠的，跟咱爸有啥物关系？我即摆就来去终止，咱即关一定会得过。好，我来去终止。你唔通安尼家己欺骗家己。你走，我带一个囡仔，我真正唔知影会当带因行去倒。你得好好照顾阿爸，啊，搁有遐弟弟甲妹妹，唔通阁伤害这个家啊，阿妈。我不是一个狗，我不是一个狗啦，阿妈。想弄这么不公平，我一定让你打拼。不过想弄今天你，我当然是心酸崩溃，阿妈。美人，美人，啊你唔对，真够美人。你是倒一位目睭看到我真够美人啊？哎呦呦！你看你目睭顶啊，遮大蕊，还袂开始骂人哦，哦，面色遮尼歹看。啊，无你叫啥物名？我叫王万发。卡叔讲，若是有人要跟我交往，伊就爱拍算跟我全家伙啊做伙带转去。只要咱结婚，你的家就是我的家，你的责任，互我来担。阿爸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找无亲像伊这款会当对我有遮尼大温情的人啊。感情嘛，感情，温情是温情，温情哦是袂当当作爱情。咱即摆有一间家己的厝啊，所以你会当甲恁家人拢接过来住。阿爸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终身做要到啊。美兰啊，你放心啦，阿爸一定牵着你的手，予你上大的祝福。啥物事要听阮阿爸？林前德吼，是你安在头通缉犯啦，我必须要马上出来等警察去侦讯啦。啊，我来带你回去，啊，两个拢叫我扣扣起来，破个糖瓜要安怎啦？阿母，只要你把警察给说清楚，伊就知阿爸不是诈欺的，你就当叫阿爸安尼。啊，你即摆意思是讲，叫我去换恁阿爸出来就对啊。遐尼好诶时代吼，迄甲你疼痛，以后你着好命啦。是啊，我有别人疼，就是无我家己阿母来疼。阿母是要互你知影，啊今日恁阿爸虽然无来啊，啊毋过阿母来参加你诶婚礼，嘛是有尽着我做阿母诶责任吗？我希望今日参加阮婚礼诶人。是阿爸，较早的时阵哦，那娶一个新妇，才侪年还未生，人早都娶细姨啊。敢讲我伫王家的隔代，敢那会当用会晓生，还是未晓生来决定？那未生哦。搁分十个来无效啊！我做王嘛想袂到，我真是有瘾啊！啊，若是无你，我若无可能坚持到今仔日。袂用啦，袂用安尼做，绝对袂用安尼做啦！美芳有心啊！是我的，这个未来变成安怎？
嘛只有你会当决定。谁都要对我这么残忍，谁都要对我这么残忍。想我陪伴是我的兄妹，这个世界上我最亲最爱的两个人让我这么痛苦。我要把囡仔拿掉，医生说需要生死偿命，你快过来。你生两个哦？查某的是我生，啊，查甫的是美芳生啦。啊，美芳，我啥物时阵嫁你，奈无甲我通知啦？啊，美芳生哦，是万发的囡仔啦。美芳是我最亲的一个兄妹，这个家有美芳，有我，会当斗阵照顾阮生下来囡仔，安尼嘛会当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啊！我要亲像我爸同款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要有厝内底囡仔，一个上完整的家庭。阿爸，这个家。只要有我在，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